不是，这个牺牲出去要把一垒跑垒送到二垒，也就是说你要点刁一点，对，点刁钻一点，那点成界外反正再没问题。而且我刚才又不是什么已经一好球还是什么、都还有空间呢、你就点到线边，那滚出去界外球重新再来过。现在回顾的希望就寄托在蔡正富的身上，这个球打成一个高飞球，应该是接不到了，上看台。球数现在是一好一坏，今天蔡正富呢三次打球一支安打。那如果啦，就当然还结局还不知道，但如果是这样子输，就何库就会比较呕了哦，尤其是徐生一总教练，因为这个是摆明至少有个机会哦，上到得点圈的反攻，正面一点看，哎，也不要呕，好，这就是比赛过程让你发现问题，啊，切两刁没了，对，就这个就是多练一点，然后看他整个局势的掌控能力看如何。哇，就是说打。再点两五，点两五，有时候会内伤就是这样。没错，因为垒上没有人的攻击，其实马卡轻伤啊。哇，这一集是两支安打，这个夹心面包中间的线呢是比较苦涩的双杀了。这个叫猛力一拉穿过了游击防线。不过这时候呢，先不用想太多了，何故其实也还是有无穷的希望。因为其实也只差一分，就是说神来一棒啊，还是他那一转都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也不必这个失望的太早。打击要轮到前一轮呢，代打获得保送的23号的陈威儒。九局的下半，何故还是有机会，跑者在一垒上。如果有脚程比蔡正富更快的，换个代跑也不错了。应该有哦，对，应该有，应该还有人才对了。对，否则就算如果是安打，也不见得送得回来的。哎呦，还是刚才那个许顺义徐总教练已经那个。被李佳明的双杀打气到，应该啦，忘记换，对。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前面还是要教练团了啊，这时候对，可以稍微跟教练手势比一下，否则你现在万一假设出现一个比如说二垒安打，你只送到三垒，或者是一垒安打送到三垒就可惜了。所以教练团的分工合作，在攻的这一方，当然打击教练随时要掌握现在现有的选手谁还可以代打，谁能够代跑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不过今天何库是野手是用不少的，所以搞不好没有人的也有可能啊，干脆就不换。所以蔡正富了，你看那在一垒的第一个离垒距离不够，第二个去了吐的膝盖哦，那个要启动会比较慢。这球呢打成了一个界外球。黄奎荣因为有受伤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其他的我来帮他瞧一瞧。应该还有内野手吴宏杰，今天应该还没上吧？我的算，应该还是有人呢、除非他打的其他人速度都比蔡正富慢。不过现在关键还是打击的陈威儒，球数是投手领先，还是打成界外。九局的后半，像这种局面哦、真的是要考虑哦，跑垒速度快，看有没有盗垒的机会哦。打者有忍住，对，确实刚才杨教练讲也是方法之一了，就是拼一下，否则的话。短程安打可能也还是没办法追回分数，对，要制造两支安打哦，比较不容易。不过现在球数呢还是林晨化占优势，拼命的打成界外，厉害厉害，打的方面哦还蛮积极的。
九局下半，何故的最后希望落在打击的陈文如的身上。哇，选得不错，还是选得不错，真的点两好两坏。我曾经在总教练也点点头了，哦，因为林超华投篮还是蛮有耐心。我下次来问他在点头是在点什么。不啊，搞不好会说干母干母伟。两好两坏。哇，这个球最终还是被吊中，遭到了三振，也结束了九局下半呢。何故的最后的反攻留下了一个残垒，中场呢在这一场投手战当中呢，美孚巨人就1-0呢击败了何故，也淘汰了何故晋级到前四强。